你来干嘛？你不是就说要静静啊？你现在都会谋杀亲夫了，瞧你这下手狠的。谁让你鬼鬼祟祟跟在后面啊？我怎么知道是你？活该！你刚说那个刘大通，他是谁啊？你怎么这么怕他？ 我是真的把钱包跟身份证全丢了，所以我没地方去啊。我一下火车我就到你这儿来了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丢了？啊？怎么丢的啊？那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呀？那我要是知道在哪儿，我不就去找了吗？我听你爸妈说你在这儿，所以我才来找你的嘛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身份证丢了，怎么回去啊？我已经让他们办加急了，过两天就办好了。刘大通，我怎么发现我说什么你都有下半句在等着我呢？你是不是想赖在我家里啊？玲丽，你怎么能那么想我呢？我不想管你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，你爱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别在我家待着就行了。你看啊，玲丽，你别生气。 我这临时身份证办好了，我再在这住两天，我买完器材，我马上就走，行吗？真的？真的，我保证。行了，你别生气了，赶紧把面趁热吃了吧，啊！妹妹，你听哥说，你说你一个女孩，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城市，万一遇到点困难什么的。 你都没跟人说你多难受啊！你就好比你说你今天你下了班特别累，我为你做了一碗尖椒肉丝面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暖？你说你下班回家，我为你留了一盏灯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暖？林林，你说哥说的对吗？刘大同，你别再给我灌这些心灵鸡汤了，我自己的幸福我自己知道，用不着你操心。 玲丽，不是，你可能是误会了。OK， 就按这个走。啊啊，袁导，怎么了？您看这个地方这样改行吗？这儿。你找主持人再核实一下啊！你问我，把上面这几个灯再试一下。 你来不正好，演播室因为电线导电着火，你作为负责人应该承担一定责任。我认为，找负责人承担责任是应该的，但是问题是你把公司的这些老员工全部都裁掉了，没有人了解公司的线路，找的临时电工来，他不可能不犯错误，这是你的决策问题。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整个公司的线路，你这是不合理的。就是想跟你说。还说了，我这个公司全部扣掉。
你俩这一唱一和的说说好呢，长青，你这是在替你女朋友出头吗？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呀？人家那更恨我了。那怎么样？我是就事论事，他是不是因为他决策失误导致了今天的？就事论事就得那么说吗？那我应该怎么说？我不会搞人事那一套东西，女朋友怎么了？你以为上上家家公司都不知道吗？谁知道？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了。你小点声。我们是有感情的，我们的行为举止眼神都是不一样的。小点声。别人只不过是不当着你的面说而已。 别老是自欺欺人。哎，行了，我们不在公司说这个了。今天晚上回家，咱们具体分析。你啊，你越来越幼稚。什么东西啊？杨总，怎么了？ 房府啊，新上的灭火器没人搬呐，只能我来了。要不您那个再……行了，你不用再说了，裁员的事情我已经定了，他们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不是，那我咱丑话先说在前头啊，那如果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这小身板可顶不住啊。哎哎，不是杨总，我跟你说，财务部也没人了，要不你先把灭火器先给报了吧，杨总，你不能这样啊。 今天走了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走了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见了，所以咱们俩得道别啊！你赶紧走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不，你不，不走。玲玲，玲玲，你在家吗？哎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我刚才在楼下看到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跟着你，所以我上来看看。 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刚上楼的时候，你没看到他吗？没有啊。你先让我进去看一眼。开门。 找什么呢？你说话声音怎么那么怪啊？没有。我还以为有人胁迫你呢。怎么可能？那没事，我走了。 看什么看？他什么人啊？你这么关心他？他就是我那个老家来的表哥刘大通，他身份证丢了，在我家暂住两天。那他刚躲在房间里干什么？还不是怕你误会吗？那现在误会更深了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我得再上去。看什么看？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，小白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
别哭了，人家刚不都发短信跟你说没事了吗？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万一他脑震荡怎么办啊？你这个小身板，拿一个平底锅砸一下就脑震荡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别担心了好不好？那是我打的呀。你是要我住在这儿吗？你谁呀？干嘛呀？我们 OK。我给你捡了一个流浪汉，希望你能够收留他。今天可能有点不方便。那个林丽她家今天晚上不方便住，所以旁边那间房也可以住人啊。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。情趣的，所以我怎么可能会住在这儿呢？事实证明这个地方是可以住人的，是可以住人，但是我不能住在这儿，这儿又很……你为什么不能住这儿？你又不是威廉王子。但是我是王子威廉。你是一只 rabbit。我是不会让你再上我的车的。这可以住， no, 这空气非常非常的好。王哥，听我说，你不能把我留在这儿，撞死我吗？滑稽，我不会睡在这儿的。你知道这有狮子跟跳蚤吗？你忍心吗？能压死我吗？踩油门啊！怎么样，打听出来什么吗？没有，司徒浩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一点儿没掺张小娜。这样的话，杨总那边我们该怎么？你今天来找我，不会只是为了这盒面膜？这个面膜不错，就想拿来让你试试。还有就是，我还是想说，我比张小娜更适合做第二季《明星的诞生》的总制作人。这件事情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可事实是，你好像没有做到你当时所承诺的事。
感情的事情，人为的判断总会有失误，但是我本身的知名度是毋庸置疑的。我相信，如果我成为制作人，在融资这一块会容易很多，对于现在处于危机中的全胜绝对有好处。你所说的这些，的确可以作为换将的因素，但具体的融资渠道，你好像还没有头绪吧？我相信，只要我努力，一定找得到。如果我说，我可以给你意见。说到底，我也只是个职业的监管人，我的职责本身就是有危机时才会启动，危机过后自然就会退出。如果在短时间之内，要是没有成效的话，董事会自然会把我换掉。如果到时候我离开了，你一样会失去有我支持的优势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帮我站住脚跟，挤掉张小娜，让她出局。只要张小娜和长青不在一块工作，就算你到时候走了，机会也会大很多。让张小娜离开，不也是你所希望的？女人在追求爱情的时候，果然没有底线。我看女人在攻击对手的时候，会更没有底线。继续骗你了，然后自己就识相走了。可是他的包还在这儿呀。你干嘛？还要来打架是吧？你别动他，上次是我打的。你有什么冲我来？行了，住的差不多够了，你赶紧拿包走吧。行，我走。我告诉你，他还没我帅呢。哎，我小，你干嘛拦着我？你不拦着我打死他！这些东西不会也是那臭小子送的吧？油死了，我把它扔了啊！哎，你别，别扔，这也是大通哥的一片心意，留着吧。心意。他就是个无赖，满嘴胡言，都是为了来接近你。小白，嗯，你过来看。我们是不是太残忍了？什么残忍的？我跟你说，对于这种人啊，就应该像秋风扫落一样，你直接把他扫出家门。可是大通哥其实也挺可怜的，他小时候对我挺好的，就跟哥哥一样。他就是故意这样子，故意这样装可怜去博你同情，还是想接近你。谁啊？快递。身份证能去哪儿啊？不相信就算了，别挖苦我啊！我没挖苦你，你的身份证刚送到，我给你送下来。那个，错怪你是我们不对，但是你没地方住，你跟我们好好说啊，我们肯定会给你找地方去的。我说了你们不信啊。那倒也是，但你跟林立孤男寡女的在上面，我肯定会担心的嘛。
所以肯定不能怪我。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你，如果你真像冯叔冯姨说的那样不靠谱，我就是把他抬也得抬回去。大同哥，玲玲，这从小你就一直把我当成哥哥，说来也怪了，这当着当着呀就习惯了，所以我觉着一直当你哥哥也挺好。对不起，大同哥。你说什么呢？只要你们两个幸福，我就开心了。对了啊，还有你这身体啊，一定得好好练练，要不你怎么给他幸福啊？这你不用担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他吃苦的。你家里爸妈的事儿你就放心吧，我替你照顾着，一定好好照顾他，不然我还会回来的。行了，我走了。走吧。吃什么呀？日料还是火锅？哎，这是不是你粉丝啊？我是你的天河粉丝会，我是会长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糖糖。你好，你们要不要合影？帮你们拍照。哦，要的要的，谢谢谢朱莉姐姐。你知道吗？我们都等了好几天了，我们是偷溜进来的。我们想靠近一点。哎，哎，我们就是想要四张总决赛的门票，就四张，就四张。可是我特别想看你的现场。对呀对呀。可是我就是个主持人啊，要不然呢？我们制片人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她是助理姐姐，你快给我们四张吧，就四张。你说什么呢？多句嘴啊！你们最近怎么样？谁们？两叔算了。
便拯救你一把。你想开了。方便面，我呢虽然不会做饭，但是我知道怎么能够让一包方便面变得很完美。多放两个，这样这汤就会很好。有件事儿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必须得要跟我说实话。你说。哎呦，你说呀。少奶，你是不是有事儿瞒我？说实话，真的，你不说什么啊？我说，你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后背又疼又痒？这血管瘤生长速度快，所以才会影响到视力。恶化到什么程度了？可能会导致失明。会不会到晚上的时候就长出翅膀？哎，你是不是天使？嗯，我是。OK。说吧，几几年下的凡？上帝祝福你什么呢？他让你来干嘛？仙女才下凡呢。不管，我们天使不流行下凡。你就注意点会精神。告诉我，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是带给我幸福吗？我从小就幻想着，我正在想念我心爱的女人的时候，她可以从天而降。我有事情求你。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一个人在这儿，很孤单，很害怕。哦，所以。所以你想回家住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总得给个理由吧，你不能那么大呀。我会住在地下室。哦，地下室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地下室被我的父亲占用了，他在搞一些科研，他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。你不要耽误他。我不会耽误他，我会帮助他。我是一个很好的助手，我也懂科学，我也懂数学。我很晕。可不可以啊？真的让我回去吧？哎，给个话。干活去！我听他们说是他动手打你们。
跟这个网上公关说，赶紧给我撤下来。对呀。哎，这也是今天各大媒体的娱乐版头，你们都没看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转给你们看看。快给我放了。哎，穆总穆总，马龙，你跟我过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还嫌事儿闹得不够大吗？朋友圈发的挺起劲儿啊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了，一丘之貉。想拿这件事儿要处理不好，对全社会声誉会有影响。这个事件已经开始发酵了，必须要立刻管理。司徒浩和张小楠必须要派发布会解释道歉。那现在这么做也只是亡羊补牢，肯定不可能彻底平息。你的意思是让张小楠顶这个雷？不可能是司徒浩。而且他张小娜必须要辞职才可以，好给粉丝观众一个交代。无论这个事情情况是怎么样，一定要把司徒浩撇干净，避免节目受到负面影响。张小娜的为人，这么多年我了解，不可能像那次报道写的那样，让他道歉辞职，我觉得有失公允。我现在是公司的监管人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当然要以节目和公司的利益为主。就算他张小娜是冤枉，他也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责任。总不能让 CEO 出面解释辞职。黄总，你去跟张总沟通一下。行。王总，今天挺闲的，还闲？忙的我是焦头烂额呀。哎，视频那个事儿，你也知道了吧？知道。那公司现在怎么决定了？至于有什么决定呢，也只能传达到我这个层面了，你就别操那个没用的心了。嗯，是是是。我是说。张总呀，人挺好，但有些时候太冲动了。那个事儿要是换成黄总您，或者我们文总，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。嗯。你说也是哈，这视频昨天出现不到一分钟，网上就有上万条骂咱们的评论，要不赶紧处理。一分钟，怎么样，文总，听我的没错吧？我就说这件事必须得搞大，连黄秦阳对我的态度都变了，他肯定也是觉得张小娜不行了，赶紧往咱们这边靠。
都约我吃饭了。他就是割墙头草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去传达让张小娜主动辞职的消息了。知道你要来找我，你看心有灵犀吗？哎，你发现了吗？你现在是越长越漂亮了。我一看见你，我这心里我就……行了。公司是不是想让我辞职啊？啊，有人是下过这道命令。全胜男呢？你说公司来了那么一位，是不是？这老徐现在也难。怎么办？谁为他们分忧啊？我们俩都是公司的老臣，我们作为臣子的，总得有人站出来，是不是？要不你牺牲一下得了。明天呢，开记者发布会，你先道个歉。至于辞不辞职呢，我们以后再想办法呗。反正。行不行？是让咱们新版的道歉可以啊。但是我辞职了，你怎么办？啊？谁给你逗啊？你多孤单呢。哼。对呀。你这样，你先把工作交接一下，啊。哎呀，其实我最喜欢你这种没心没肺的样儿。咖啡就给你。镜子写下白天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
想那么坦然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方向。呜生命必然都要经历，害怕孤独绝望，不要忘记爱是最大的力量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。